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安娜。今天我和大家一起玩一个叫做《动物公寓》的游戏。这个游戏可以让小朋友们认识相对位置。那我们就开始咯。小兔住一楼，小猪住二楼，小羊住三楼，斑马住四楼，长颈鹿住五楼。小猪住在小兔的楼上，斑马住在长颈鹿的楼下，小羊在从下往上数的第三层，一、二、三。小猪在从上往下数的第四层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。小朋友，你看明白了吗？好了，小朋友们，我们回家和爸爸妈妈一起玩一玩这个游戏吧。下次再见。